我想等一下会在机密的这个报告里面跟大家做一个说明。那我已经先前已经讲过了，就是说我这边再度强调，军售是我们跟美国政府之间的签约，并不是我们跟雷神公司的签约，所以美方都要负一个完全的责任啊，所以相关的如果有任何福报的价格的部分的话，那相关的不当得利的部分，我们会要求这个美国政府负责将所有的款项全部交回给我国。